娇姐姐。你看，别弄啊！已经好多天了。怎么掉进去的我不知道啦，反正现在就是要想办法把他救起来啦，怎么办呢？阿嫂，请问一下，这主话要叫什么人来啊？一只狗扔在里面呢，你知不知道？嘿啊，你知这只狗扔在里面吗？知吗？三天啊，你有人有法当主话，阮的人都要到救。拜托一下啊！啊，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前天，消防长，阮前天就卡，因就讲伊要出来啊。无啊，啊，讲有出来，讲可能管理员甲伊讲，跳也是那可能去等，伊无来到遮。我要走吧，要来我家。哦，没有，没事。昨天一个先生跟我们通报的，啊，那可能叫游客啦。游客，啊，我们昨天已经很晚了，没办法来了，所以我们今天6点就出发。阿姨，不要你白阿姨。喂，大爷，你来叫我们家里的。哦，是是是是。三点打钟。几工啊？三点打钟，我白阿姨。啊，无甲阮讲啊，我早有一个。无管敲电话、敲话费、敲到红梅哥。无啦，你敲唔着所在啊，你敲政府机关。紧张哦，你不要紧张哦，你要乖乖哦。政府机关呢？我没有工具，你们只要把这个这个靠近过来就可以了。嘿，阿三，你叫救生衣吗？应该是没完成过来，没关系。没，你下面在等呢，一边给你用一台车，很快就没有。你听嘛，先看也惊无啦。啊，你那一个客房啊呢？我在。啊，小心嘛。我听那个管理员，他要去拿救生衣。有啊，没你给两辆救生衣好不好？好，是是是是，穿一下比较安全。这边的人员都很热心啊。我们准备要下去了，然后因为只接到一件救生衣，那就给我们的一直哥穿上，也要年纪比较大。好了，我们希望今天顺利把他救起来。我你来一个先落，我帮他客落。啊，莫用弹的咧，我弹我惊狗会惊，莫用弹的。对，伊会惊。阮早有那大头，咱一寡猫仔好你靠近伊会惊吗？还是为顶管弹？顶管那弹。哦。啊，弹来都来都看到啦，就好。这样子呀，要多要啊。小孩乖乖，不可以乱动哦。一进就是头皇帝啊，够麻烦。哎，你等下先等咱罐头一只哦，伊莫惊。先给伊吃。
小黑啊，小黑啊，应该是袂惊啦，我讲伊。无无无，玻璃先啊，扣起来。惊到啊啦！小心嘛！这卡做轻吗？哇，你一点做轻咩啊？不会准啊？咩啊咩啊？那靠岸，对啊，一点做轻咩？这个吗？所以做危险咩？我们已经救到了，我们会先把他送到医院做检查。我们不会把他这样子就放掉。然后如果他有病或干嘛的话，我们就会。我们不会给他原地，我们就安置在我们的糖果屋。